자. 这为什么会是金？身份真的很，我身份可以直接报。你说嘛？你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有点危险。直接报是什么吗？来来来来来，我做肉，来来来来，同桌们，收收收，收收收，什么？什么？等一下，三坏的，没哥们，打不到的，哎，掉的叶子没了，在人群里面倒的，然后外面倒了个掉的叶，我不知道倒在哪，然后是。好像是三三到的嘛，然后小温一直在喊三三是坏的，然后这个人是反正离那个羊刀尸体最近的就三三和小温还有王大谋了，但我看我的视角看是三三出的这一道，听下三怎么说嘛，过。我看是王大谋到的，是吗？我不知道，一切都发生的太快了，但是你怎么看得这么清楚啊？我没看清楚，反正这刁德一我好像听到刁德一说话了，我不知道啊。与我无关，反正很太快了，一切都发生的，随便整一个不行。三三，但是一直在被人点破，是都行都行过。OK， 这里王大伯发言，我没有看清啊、这个，但是一堆人在那，然后下面上来一个小文和三三，小文就说啊，三三忘记关麦了，说什么他是坏的，他是坏的。然后这个时候，三三上面就倒了个尸体，小文最后这波说实话。小文是有归票权的，可以听一下小文最后归票吧。我是在那个左边一点的位置的，地道上面左边过。我觉得小文都非常的可信啊。我是出生在储物柜这边吧，然后我往上储物间还是储物柜往上走的时候，我的视野里是有小文都和三三的。然后我走到那个实验室左边的时候，小文都突然冲上来说啊，三三没有关麦，他说他是坏的啊。我觉得小文都应该不会发出这样的弥天大谎，演技这么的高端牛逼。我觉得这把肯定是三三听到自己狼人身份不保，然后直接随手动了一个刀。我觉得这把朱三三过了。怎么刁的一没？我跟刁的一在隧道入口出生。然后我们一路跑上来，他说他身份很硬，他最后说他是什么身份我也没听清。然后我们走到那个地牢上面一点的时候，他要拉我去对身份。这个时候我没同意，因为我想跟人群说一下，当时小温也在我旁边。然后我就看到上面应该是大谋开的一刀，把刀刀到了，然后九月下来拍的景。我看是这样的，就这个尸体是这样的，尸体左边是大谋。贴得很近，然后尸体上面是九月，但是九月是从上往下走，然后拍了景，所以我觉得是大谋刀的。谁在下面把吊的一嘎了，我还真不知道，那就要看小温有没有看到了，好吧？因为最后我也不确定小温还在不在下面，因为吊的一是往地牢走，他想对身份的，好吧？哦，过了。哦吼 ，O 的 K 轰轰发言。本来以为后面就直接是这样的，三三、小温、九月三张牌了。现在扯进个王大谋，那么听后座位的怎么说。我能保的是秀可爱啊，我们三个在，我们两个在那个三柱那过，那就你们人群混刀呗。我吴董那边复活，我天天就是你们三三三三三三，到底三三怎么惹你们？我就要听听三三的发言，他到底是不是狼？今天搁那顺下来就三三三三三三啊，三三你发言来震惊他们，震惊所有人过。来三三发言，我跟你说啊，顺着小温打我的能是好人，我真的三字倒过来写。那小温都是他耳朵不好使，你小温都你，我跟你说两种可能，要么小温是猪，他耳朵不好使，他听话听一半儿，你知道吗？要么他就是狼，他就把我的那个小信息假信息传出去，让你们把我当狼踩出去，你知道吧？那崽崽还哎，我就姓小温，他是猪，你也是猪吗？啊，这也能信？那你能是什么好人啊？我跟你说啊，我真的。气死了我都啊！我当时说的是，我说我把坏，我终于拿了把好人啊！我终于拿了个好人。这小文上来就，哎，三三都卖了，他是狼，我真的毁灭吧都，彻底疯狂死了，好吧？我是个好人啊。然后呢，我是信同柱这一刀，因为他看清了。当时我上来的时候，小文搁那猛喊，我当时是看到一群人从我身边就是盔甲那个地方往下走，然后啪嚓。然后就倒了一个，然后九月报警进来了。我当时没仔细看清，但是同柱看清的情况下，我觉得大谋有可能是带刀的了。然后仔仔就逮着小温的这个逻辑把我踩到死，说什么哎呀别别，那我觉得仔仔也不一定是什么好人，好吧？我觉得先出大谋没问题，好吧？啊，我是一张好人牌，我进去能自证啊，过了。
那小温度的发言就很重要嘛，对不对？就是珊珊她到底说到胡扯啊，她还说你是猪啊，对不对？然后师傅也说了大魔，他说他看的是大魔刀，然后九月拍的景，但是我跟轰轰是在里面，我们俩啥都没看到，我只知道轰轰喊我开不出这刀，小温会归个票嘛？那就是谁刀了羊刀，那谁又刀了丢的一啊？过。我真的想笑，人身攻击是吧？你什么？你发誓？你如果说什么？你三字倒过来写的，我问你那三字倒过来不是还是三吗？你发什么誓呢？你刚刚明明就不是说什么，他没有发誓，我不想玩，不，他是说，啊，把坏，我真不想玩，把坏这样的。然后我听到我直接笑，去到人群中直接喊，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我是听错了，我能相信我自己的耳朵，听得清清楚楚，头三三。小恩这波发言情真意切，我相信了。小恩哥，我信了，好吧。今天晚上你跟我，你今天晚上我就哇哦，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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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有人点我？我是正义使者，好吧，我走了，我是正义使者，过了，过了啊！饭堂集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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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饭堂集合。不是，那这个大太鬼使了，全是恩怨。Oh my my， 爪子。全是恩怨。大魔和小温，请问大魔怎么办？我是大魔呢？大魔怎么处理？大魔下面那个是长一点的，你知道吗？是一样啊，三三倒过来。哎，耶、yeah, ，行，那我信这一刀。我先说一下吧，在我视角，修凯、小温、三三。都像是好人，但是怎么讲呢，你们不要太去相信一些就是跟游戏它本身它无关的东西，那要吵起来的话我们也不知道信谁，所以说这把呢怎么盘，除了三三被投出去的，我看看掉的一第一轮嘎的羊到第一轮嘎的，然后有没有人帮我回忆一下笑三啊，大魔是在我们这一群人里面嘎的，大魔是坏走的，然后因为我是看到是大魔那个刀的人，所以我进来就喊大魔是狼，一个先把大魔铁狼投了，然后我不知道点谁，我可能还被验了，九月反而是好嘛，剩下的就去宰在轰轰年糕里面拍，九月拍的紧，小温和修可爱又是当时在我脸上对吧，他们算了，再多说直接点一个吧，年糕哦过了你OK 轰轰发言，刚才投票结束的时候我就说了我们去饭堂集合，然后我跟年糕在储物柜相遇，然后我开始往下面走，我说我们赶紧饭堂集合，摇铃把王大魔出了，王大魔绝对是坏的，因为就上一把而言，三三如果说他是正义走的，那王大魔是不是该走，然后我就跟年糕聊了身份，年糕的身份我知道，年糕被拘我买单，然后我们两个进祭坛里面，祭坛里面是什么情况，祭坛里面李仔就站在校山的具体上面，不可能，然后我要去摇铃，来不及了，你们知道吗，我一摇铃刚要上去，因为我只能去报警或者摇铃，他们的祭坛是哪个位置，在祭坛的上面左边，年糕已经是了左上角，祭坛左上角，年糕和轰轰两个都是，我跟年糕刚进去，李仔就已经站在祭坛上面了，但是还好你把王大魔刀了，不过都行无所谓，这把全票打飞李仔，我直接挂他票了，过出李仔仔，轰轰这把我保了，而且我没有护宝了，原因是因为你们上回合是人群里面两个人护宝狼坑不够了，在一起被刀的嘛，都两个人，一个是刁德一，一个是 Elsa 永恒有多少秒，两个人都在人群里面被刀的，我根本就不在你们人群里面，对我挺好的，我都还没有走到你们人群里面，你们直接报的警。我和轰轰，因为你们上回合说的是谁说了一个什么饭堂集合，然后我们往那个饭堂走，里面李仔仔已经就刚把小三刀了，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还没有走进去，因为他们在上面，我操，然后同就直接派进了，我们直接打飞这个罐子。给他罐子打碎，投他过。给仔仔说仔仔好像很急，但是师傅好像已经过票给仔仔了，是不是？啊？因为他好像我不是点一个年糕吗？是的，我不想分票，我不想分票，就听仔仔说吧，我不想分票，我可能还会投年糕，过。九位发言，那听一下仔仔说嘛，他很急。过
我来还原一下当时发生了什么。当时饭堂集合，我跟笑三，我们两个都复活在饭堂。我就问笑三，我说你是什么身份？你是好人吗？他说我是好人，你呢？然后他说我也是好人。然后我们俩在里面的时候，突然轰轰和年糕来了。轰轰年糕进来了之后，年糕就拉着笑三躲到了那个祭坛的右下角。他说你过来一点，你过来一点，夹嘎嘛嘎的过来一点。然后轰轰就拉着我的左上角，我不知道为什么另外一个人没有对我开刀啊，反正。年糕就嘎了笑三，但是轰轰没有刀我，我不知道为什么。然后他们现在两个人跳起来踩我一个，不好意思，我站起来踩你们两个，直接投年糕，听同珠的归票，过了。已经没有护宝可言了。Oh my my！ 演的不错呀，你捞的吗？烫口水。嘿嘿嘿。谁捞的烫口水呀、啊？你呀、啊、还能太鬼屎了。首先我是鹅啊，然后修刚是跟你一起的。九月第一轮拍的景。鹈鹕也不是没可能。有一个样嘛是。仔仔上两个，第一把他要全把身上给踩出去。有一个要么是鸽子，要么是，对。我们去点灯，来，来这几个，快来，人呢 ？OK。耶，我刚点，耶哦，亮。我直接摇了，因为外面关灯了，然后我一直在饭堂里面等人，没有人来，然后就直接摇了，出轰轰吧，应该没有鹈鹕了吧？出轰轰过。有鹈鹕那只能是九月，就是因为第一轮我看大魔刀人他得是狼，然后九月他去拍的景，现在又拉零，然后外面仔仔倒了嘛，那肯定是轰轰去刀的人，只能是这样。如果游戏不结束，我跟修改小文存在块，那就一定是九月，因为刚才也有一个弃票，要盘鹈鹕的话就是九月，可能第一轮的时候。看到人比较多，所以直接拍的紧，是有这个可能的。我们先投轰轰吧，肯定是轰轰刀的仔仔欧过了。O 的 K 轰轰发言，我认，别着急投票，别着急投票，你们投我，你们后面、哦、可能你们里面还三个人有一把刀，可能能赢，但是不好说，对吧？零已经拉了，我狼牌丧葬者，对吧？我干不了什么事情，你们把九月出了，稳稳当当先走一鹈鹕，没问题吧？你们狼刀来找我都可以。上一把我年糕两个人票挂的李仔仔，正如李仔仔所说，进去年糕开了一刀，我也着急啊兄弟，我那个不是汤口水，我那一刀下去拎起个鸡腿，那我能怎么办嘛？你让我先刀嘛，对吧？你等我口令，我说动手你就动手，你投九月是鹈鹕，九月是鹈鹕，好吧？我知道你们三个里面肯定有个警长，因为正义走了嘛，警长还在嘛，刀一个王大魔合情合理嘛，但我说实话。我是狼，但你们要赢肯定先把鹈鹕走了，不然的话他吃一个鹈鹕时间你们爆炸，对是不对？没问题吧？清清爽爽，我投九月，好吧？你们投我无所谓的，反正他也是中立，他赢跟你们好人也没什么关系，但是我投九月了啊，过。投轰轰，你说的没错，我还是投你，嘿嘿，过。其实投我最稳的是弃票。把他俩都留着，哎，算了，那鹈鹕时间吧。我点一票九月，耶，差就差一个。点他是比较稳的。游戏改数。对呀、啊，点轰轰是最稳的。哎，我说点九月是最稳的。哦，这样吗？小文是猪，小文是猪，我们三个一定可以搞得定。小文是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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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文是猪。莎莎，我这真听到你说，真不想。我说我终于拿好人了，我说我终于是个好人。四条腿的是猪。